这一题，他说一气球啦，于天空中等速上升了，有关能量变化何者正确？好，我们看 A 选项，动能增加，动能没有增加啦，因为它是等速上升嘛，那动能哈、哦、是等于二分之一 mv 平方，哦，所以它质量呢没有变嘛，它速度没有变，所以它动能没有变，动能没有增加，所以 A 选项是错的。这样看 B 选项，动能增加，这个当然是错的。这样看 C 选项，动能不变，这个对的，未能增加，这个对，因为它高度增加了，所以 C 选项是对的。这样看 D 选项，动能减少，这错了，所以答案应该选 C。